发体尺寸是 DN50 的，材料是304的。这款电动阀呢，它带有手动的功能，手动呢是靠内路脚，我们内路脚呢直接是放在这里的，然后可以取出来，然后就转动这个内路脚，阀门就能够打开了，然后也可以关起来。你可以关到外来去看这里的尺寸，就这条的尺寸如果是竖着阀体的话，就说明已经关阀到位了。然后它的电动的控制方法呢，是用那个遥控的，它遥控器按一下，阀门能够自动的打开。没有按下遥控器机的话，阀门就能自动关上。关到位以后，它这里也是竖着的。然后它那个电源呢，就是普通的220电源就可以了。它那个插头，这里我们有一个直接连起来了。